走完这一曲，来世偏偏已经会是你恍如初心。缘分就像泡影，转身身负一定，平步青云不歇天，一败涂地不原地，人生如梦人如戏，落子无悔的来去，醉酒当歌人游戏，眼前了别没流离，我想最好的结局笑看日出，惜我情，笑看日出，惜落情。哎呀，你这个傻丫头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现在问题呢不是这个，是那个。皇太极他有可能就是……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想吧。你下去吧，下去下去。哎呀，是。八月十六，早饭苏面包，午饭酸汤饺子，晚饭东哥胃口不佳，胃食送了消食片，需继续观察。臭小子，没事记这么多琐事干嘛？这算是在练笔吗？内务总管给东哥送了两块好段子，留心练两招无力，可给东哥做件披风。跑到我房间来睡，还嫌我烦人？你这么睡着了，着凉了怎么办？哎，一边玩去，一边玩去。玩？好啊。我玩啊，玩啊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哎呀，你那么爱睡觉，来，到床上睡吧。哎呀，不睡了，不睡了，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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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真是的，把我的书都翻出来了。看我东西被发现了，不好意思了吧？谁偷看你东西了？我就是无聊到你这找本书看，再说了我刚刚睡着了，什么都没看见。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葛呆说你找我有事儿。啊？什么事儿？其实吧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那个，
哎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就尽管说吧。是不是又闯祸了？不是，胡说，我能闯什么祸？那你是缺什么吗？哎，不是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不过，我倒是觉得，你是不是缺点什么呀？我？啊。就是吧，你是不是该娶个妻子了？啊，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你想我娶妻？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，而是吧。你看，你现在也长大了，可是到目前为止，你现在还是那个，哎呀，皇太极，你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？你到底是真的清心寡欲呢，还是说能让你那个的根本就不是女人？说的这么直白的，我也是担心你啊。哎呦，怎么办啊，独哥？啊？什么怎么办？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呢。难道你？你一定要帮我。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好好好，好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你不要担心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帮你的。啊，但是你得说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对女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。只有你例外。啊！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独哥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嗯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谁骗你了？你还装？你明明就是在耍我！你耍我！你耍我！你耍我！难道你不喜欢我亲你吗？难道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？二哥不也是？你跟戴珊不一样，你还是姑姑的儿子，我答应过姑姑要好好照顾你的。我，你现在不就在照顾我了吗？我，哎呀，不对，这肯定不对，我比你
皇太极，我们两个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东哥，对我而言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要是唯一不可能，就是我绝对不能失去你。哎呀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我要好好想一想。好。我给你晚上时间想清楚。东哥，不要自欺欺人，抛开所有束缚，所有偏见，看看你的心好吗？格格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和八阿哥吵架了？格格，格格，格格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是。我得紧紧地抱住你这棵大树了。以后可来不及，要不现在抱？哎，嘘，这也不行。总会在心底有一丝欢喜。站住！那是在云里雾里的生机。是我最骄傲的真心。爱人心的我遇见最好的你，不同心事有相同的默契，是爱情将两颗星星。这房间里这么安静，就算你心里在叹气，我也听得见。年纪轻轻的，心思倒挺重的。在这个世上，我珍惜的唯有你一人。你的一举一动，我当然上心了。这话说的，那到底是我守护你，还是你守护我？一个人单方面守护一个人太累了，我们彼此守护。你不离开我，我也绝不舍弃你。好，那我们拉钩。幼稚，承诺是放在心里的，不是搁手上的。我过来，别坐了。
如果有人问起，你知道该如何回话吧？是。你说一遍让我听听。东哥格格，联系八阿哥年幼丧母，婚事迟迟未定，身边没有一个贴心的人照顾，故此将奴才赠与八阿哥收房，承蒙八阿哥垂怜，奴才日后必当一心一意服侍八阿哥，如是前主，可请指手。好，倒算是个机灵的丫头。起来吧。是。回头让安大理再寄居住上，给你寄到吧。是。下去吧。格格，格代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葛代他，先不说他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我很贪心，我要的是你一辈子，你肯给我吗？只要你点头，这辈子不离不弃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一生。东哥，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。你应该也知道，到了娶亲的年纪，我必须收个房内人，才能平复中意。但这个人绝对不能威胁到你。我也不希望天天有人来争宠。葛代是你的义妹，她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一切来得太快了，我这样做太自私了。我不能为了我自己而牺牲别人一生的幸福。更何况，这个人还是我的义妹。东哥，我只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。将来在我们面前遇到的难关会很多很多。我只想牵着你的手，一关一关闯下去，哪怕前面有一堵又一堵的南墙。我皇太极也会撞破的，继续跟你走下去。我从来就不怕闯难关，只是我太清楚这其中的艰难了，不是我们说闯就能闯得过去的。你老实回答我，是不是皇太极强迫了你？不是不是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葛丹，我记得以前跟你说过，以后嫁人一定要嫁给你自己喜欢的人。你现在怎么可以因为我去做一个牺牲品呢？格格别这么说，爷这么做是对的。奴才并没有什么喜欢的人，奴才只知道自己的命是格格和爷救的，
奴才为你们做什么都无怨无悔。傻丫头，你现在没有喜欢的人，不代表以后没有啊。你要是成了皇太极的通房丫头，以后要脱身就很难了。为何要脱身？奴才只想永远守在格格和爷身边。这个世上不幸的牺牲品够多了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做我的妹妹，我希望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。格格，我知道格格是真心对我好，我也想告诉格格，只有格格和爷幸福，我才会幸福。况且这件事爷已经吩咐下去了，如果现在反悔，只怕对爷不利。所以你是真的决定好了吗？我不想让你受委屈，更不想让府中的那些人说你的闲话。我决定了。请东哥哥哥安。阿克敦请起。贝勒爷可有什么事？贝勒爷请格格去叙话。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葛代的身份来历就是这样的。皇太极是姑姑唯一的血脉，如今到了适婚的年龄，本该由父母做主聘一门好亲事，可是你这个做阿玛的儿子太多，早就忘了过问，有好的人也不替他留着，都偏心给了别的儿子了。我答应过姑姑要照顾好皇太极，没道理对这件事情不管不问。葛代是我的大丫头，打小在我跟前服侍，她与皇太极也是相熟的。虽说是奴才，却也是贵族出身，与大福晋还是近亲。如今我认她做了妹妹，莫说是做妾了，做妻也是够的。这事儿的确是我疏忽了，多亏有你事无巨细的替他打点妥当。哎，他额聂早早的就走了，有你在倒确实为我省了一份心呢。那即使如此，我在这儿就替我妹妹求一个恩典，求贝勒爷指个婚，让皇太极把葛代给明媒正娶了吧。起来。出身再好，毕竟是奴才。他阿玛伯克多已经不在了，老八若要娶元妻，就算是不占太的女儿也能聘到。这样吧，俄亦都有个女儿叫纽祜禄博尔赫，正当适龄，我把他也指给老八做福晋，这样也不至于辱没了老八。可是这个是不是要跟皇太极商议一下？哎，阿哥们指婚向来如此，不必多此一举。至于你送的丫头，既然你开口了，这门亲事也不是没得商量。他现在与老八同住一屋，若是能替老八开枝散叶，生得一男半女，那到时候让老八娶了他也未尝不可。但是葛代对我来说并非只是奴才，不能让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进了皇太极府，名分是必须要给的。哎，这个你放心，位分不超过二赫就行，剩下的你就看着办吧。我说东哥啊，若不是要替别人求得恩典，你是不是
也不愿意来我这儿笑上一笑啊？啊？哎呀，转眼老八都要选宅娶亲了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！我还记得当年他出生的时候的样子，恍如昨日啊。哦，对了，东哥，我欲与民国边疆立碑划界，从此建州称国，你看如何？我一介女流，见识短浅，这样的事情，贝勒爷不应该在家中说起，还是留在议事厅与诸位大将们商议吧。八个到。阿玛，老八怎么来了？也是为了自己的婚事。八个。方才贝勒爷说要把额亦多的女儿额尔赫许给你做大福晋。谢阿玛恩典，但儿子恳请阿玛，能否不许额亦多的女儿大福晋之位？这是为何呀？钮祜禄氏本就是大族，嫁进来本来就比葛代高了一等，如果连位分也比葛代高，儿子怕葛代往后在府中的日子越发难过。这还没进门就这么偏心，我平日里还真没看出来葛代这丫头竟如此得你的心啊。请阿玛恕罪，儿子并非感情用事，只是葛代本就是东哥格格的义妹，我跟她相识多年，自然要厚待一些，要不东哥格格该不高兴了。再者，若是额尔赫位分比葛代高，一定会打压葛代，儿子不想府中纷争不断。皇太极说的极是，贝勒爷您就许了吧。好好好，那就赐额尔赫和葛代同为侧福晋，同一日行大婚典礼，日后若谁能诞下一子，到那时候再封大福晋也就名正言顺了啊。谢阿玛。谢爷。贝勒爷。别起来。爷来了怎么也不叫醒我？看你睡得正香，怎么舍得叫你啊？只不过这才什么时辰你就困了，莫非爷您净取笑我？我也想给咱们十二阿哥再添个弟弟，可是爷公务繁忙，来我这儿都少了。全府上下谁可以跟你相比啊？你要还嫌少，那别人不得怨恨我呀？别人我是不知道，总之我呢是天天盼望着爷能来。也知道，也知道。要生，咱们就再生个格格吧。若是随了你，一定漂亮极了。好啊，一切都听贝勒爷的。阿巴海，嗯，你一直都是这样温柔似水吗？怎么了？难道爷希望别人顶撞您吗？别头疼，帮爷。嗯。
对了，爷。嗯。将二哥留下来陪我一起吃晚饭吧。好。听说八阿哥要成亲了。是啊，他额聂走得早，要不是东哥提醒啊，都没有人为他主持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让东哥哥哥做八阿哥的主婚人，岂不是更好？嗯，如此甚好。哎呀，东哥，老八，这一转眼呢，就连咱们的十二阿哥也都长这么大了。看着他们年轻的面孔，真是觉得自己老了呀。怎么会呢？爷雄才伟略，万里江山还等着您去踏遍呢。就你最会哄我。哎，宏图大业，多半也得看天意啊。不过这未来之事，还是要考虑起来，免得真有了什么意外，也搞得其他人措手不及啊。爷千万别这么说，十二阿哥还小，我和他都需要您。别人不敢说，戴善为人亲厚，有他在，定不会亏待你们母子二人的。格格，你是格林泽？是的，格格。八阿哥说您的贴身侍女走了，让奴才来服侍您。嗯。啊，格格，贝勒爷的人还在门外等您。有什么事吗？贝勒爷让您替孟古福晋做八阿哥的主婚人。好，我们去吧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
奴才总算找到您了。格格，您是肚子饿了？厨房有刚出锅的苏叶饽饽，奴才去给您讨点来。不用了，我随便走走。格格，难道我在八阿哥府里还会走丢了不成？奴才还是……不如这样吧，我打发你去做件事情。嗯，你帮我把这个交给葛大夫姐。是，格格稍等片刻，奴才去去就回。嗯。做什么？快起来！你不是应该在新房里帮忙吗？这会儿里里外外都需要打点，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格格，怎么哭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还是受了什么委屈？啊？难道是钮祜禄氏给你脸色看了？那你哭什么呀？快起来，起来！奴才该死，奴才对不起哥哥。胡说什么呀？你是我的妹妹，又是八阿哥的福晋，不许再自称奴才了。不，奴才知道，今日所得的本都属于哥哥，但是奴才背弃了主子，奴才对不起哥哥。傻丫头。你是为了我才嫁给皇太极的，只怪我力量微薄，没有给你争取到正妻的位置。格格别这么说，爷的正妻之位本就属于格格，要不是格格，奴才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归宿？你放心，你这么乖巧，皇太极肯定会喜欢的。奴才只是帮格格照顾好爷，除此之外再无他想。奴才看得很真切，爷的心里至始至终就只有格格一个人。皇太极，我跟他……格格，随奴才去一个地方。格格，嗯，皇太极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钮祜禄氏正在院子里做账，这会儿没什么事儿。那宾客呢？喜宴晚上才开，
爱留在这儿吃喝闹腾的，自己闹去。我可没空作陪。陪他们不如陪你。做什么？别胡闹，今天可是你的婚礼。你等，让我抱一会儿，抱着你，我才感觉你是真实的。醉了。不是不喜欢穿这种鞋吗？是啊，可是你脚怎么这么冷？干什么呀？干嘛？你脚上这些疤。哦，之前被白银打理逼着赶路，脚捂在雪地里冻坏了，后来幸好遇到。答应我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许离开我。纠缠，我站在缘分这端，遥望着爱情彼岸，不寂寞不孤单。思念裁剪不断，惆怅里还乱，悲喜放一旁，真心一人一半，要用一生浇灌。最精彩的爱叫做